明天是我跟阿磊的婚礼，你一定要起来当我们的证婚人了。麦寮高中高敏慧，许教练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很棒的棒球教练。如果让你跟星宇对决会让你为难的话，我是可以换律师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瑞春酱油豆嗓的纯粹年代。